论卖菜拢共分几步？认错吧，叫啥？第一步记菜名。这是什么大屁股啊？是难吃吗？好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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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啥？冒牛三岁。那大头，大头娃娃。现在我要叫你称了啊。这个是八个一斤，八个是八个三。两块四。第二步吆喝。要吃的好，要来的啊！第三步融入。这游戏有 bug 哎！他可能找不着拒绝才有 bug。他怎么少东西啊？你看我这没有吗？你看我都这样掀起来了都没有。你看，你看我都抖出来了都没有。你看到了吗？行了，过完了。